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？会升天。那升天以后呢？我知道，做神仙。这么说，神仙就是人变的了？我娘说，好人才会变神仙的。其实，世界上没有神仙，人死了以后啊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些都是人的迷信。好，出发。你看那个人，小姐放你，小子你。老赵，咱闺女的事儿，我可花了不少钱。那小儿的幸福就要拜托给贤婿了。好，关照关照。赵夫人呐、我们可有一阵子没见了。是。你看月凤这身材呀、我看比以前好多了。哎呦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金玲马上就出来表演。去坐一会儿吧，请请请。看人身材好，你生气。金陵姑娘来了。遇到神仙又不是遇到财神，还不是要做事。我想啊，金陵姐姐小时候遇到的是世外高人，而不是神仙。她跟他们学了一种琴音，谁听了以后都会说出真心话，从此就不再虚伪了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，琴声呢，能让你的灵魂出窍，灵魂飞上天空，然后呢，你就能洞悉天机。明白了人类文明与智慧，了解到三次元之上，直达宇宙间的黑洞，咚咚咚咚咚。也用不着在小孩面前吹牛吧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读的书多，控制不住。胡了，给钱。你看看那些男人，看到女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用得着这样吗？我们女人才不会这样呢。告诉你吧，我看见你娘，我都恨你呀！你恨我？你全身都是假货，有种啊，掏出来，拿你的跟我比一比啊！哈！啊！我假货？我哪有假货？你看看我的戒指，我的耳环，全部都是超帅货！我们家要不是看你们有钱，我儿子能娶你当老婆？没错，我根本不喜欢你。啊！哼，你跟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？好你个妖女啊，果然会妖术，幸亏我有准备。各位道长出手啊。北冥道先生，妖女现身。现身吧。其实我是个卖猪肉的，而我是个挑大粪的，我是个演员。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，音乐。
你破坏了玉凤的幸福，我要把你嫁给全镇最没有品位的男人毛大龙，我让你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。花灯节大家都这么开心，精灵姐姐却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出嫁，她爹娘不会心疼吗？我听说精灵姐姐的爹娘在一场瘟疫中病死了，她生下没多久就被赵府的老爷买去当了丫鬟，可谁知道她是越长越漂亮。前几年啊，他们搬到了江南，赵夫人早就想把她赶出去了。精灵姐姐，等等我。精灵姐姐，春梅，你自己跑出来，他们要是知道了又要打你了。打就打吧，我早就习惯了，今晚你要出嫁了，我一定要来送你的，都怪我不好，害你嫁给那个叫什么大龙的人。只是名字而已，人不一定不好，你信不信有神仙？我相信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让我嫁一位如意郎君的。毛大龙，他那两片红唇热情如火，难怪地球都开始暖化了。这样下去，万千的企鹅少女、北极熊师奶都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多放点鹿尾巴在茶里，给他们多喝几杯，待会让他们更热情。好，少爷，少爷，您一早上那三个女人已经兴奋地打起来了。哦，这是粉丝们寄给您的情书，全烧了。给我死鬼老爹的地府慢慢看，让他知道他儿子有多牛。好，我已经把那三个女人给分开了。聪明，有一个女人兴奋的直砸花瓶。石文生，你真没良心，还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现在加起来100多年了，欺负我孤儿寡母啊！请等等，你太没良心了。你的妆怎么了？啊，化了啊？眉笔啊，经我这么一画之后，一个字可以形容，酿。爷，这是油嘴滑舌的。手怎么这么粗啊？没有我店里的护肤霜吗？我刚刚用完了。哎呀，心疼死我了。来人，来了，少爷，拿着。哎，哇，哎呦，马上送几箱护肤霜到夫人府上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你不爱惜自己？为什么你要让我心痛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万一你有什么事情，这辈子怎么办？我下次不敢了。哦，还有下一次，麻烦你马上回去擦护肤霜，擦多点，等我今晚过来。你还说疼我，人家今天生日，你不说送礼物给我吗？你以为我没准备吗？好漂亮啊！想骗我，我都不认识你。你有种，这么多女人都骗不了你。里面还有谁啊？那个飘香院的小芬，她说已经给自己赎了身了。嗯。是是。芬芬，你来的真是刚刚好，我都怕不能跟你说再见了。自从你给了我一连串的鼓励之后，
我决定赏金考试。赏金？嗯，我已经赎身了，还想着跟你好好过日子呢。哦，这样啊。哦，也好，那我就跟你远走高飞，退隐山林。为了爱情，我的功名，我的理想，我的抱负又算什么呀？来，我们马上走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你还是上京考试吧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走了，这里也不方便收留你啊。不要紧，我就在飘香院做姑娘等你回来。这样不好，不如你上京考试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你考了功名马上回来接我。别想那么多了。去吧。我等你。我等你。等你。等你。毛大龙。姑娘请留步。小女子梅十娘参见官人。我不是问你姓甚名谁，我只是想问你是否跟他们一样都是以貌取人呢？样貌和外表只是一副皮囊，一个人最重要有个善良的心。看来这里的姑娘全都误会公子了，如果公子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尽管跟我倾诉吧，小女子愿意分忧。你真的愿意跟我聊天？嗯，那就好了。你介不介意让我看看你啊？何难之有呢？公子，小女子进来了。哎，如果你不介意，还是等我出来吧。什么事啊？你又来飘香院嫖？怎么会有人嫁你这种丑八怪啊？啊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吧？你就是毛大龙？正是在下。你是？奴家正是你的妻子许清灵。相公，我们走吧。哦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快点进来！你搞什么鬼啊？我不懂何锦交杯啊！嗨，人生出来还不会上茅房呢，你学吗？上茅房哪用学呀？自己就出来了，那就顺其自然。快进来。搞什么呀？几十岁了怕丑吗？胎有一块。我们大家喝一杯吧，我祝你们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。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财源广进，干杯！小女子酒量不好，不会喝，不如我弹首歌让你们听吧。这种女人多会讨男人开心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一会儿唱得好，弹得好，记得多少给她点钱。好不好听？好听。你很诚实。你呢？好。你们两兄弟整天都去妓院寻花问柳吗？是，寻花问柳。不过我没有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答应过我自己，
不能对不起我的初恋情人。初恋情人？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？在18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在小溪边遇到一个女孩。那女孩在做什么？洗衣服。我很喜欢看她洗衣服，她洗衣服的时候好像在跟衣服谈恋爱。不止这样，洗完了衣服之后还洗水果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子。我本来约了她下次再见面，但是她再也没来，只留下了一只手镯。好，好，这种姑娘最会搞气氛了。晚安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晚安，再见啊。你又搞什么？啊，哦，我就问他那个规矩是怎么定的，他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我错了吗？昨晚没在里面睡啊？没有，哪敢呢？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想过了，我改变不了自己，对吧？我可以改变他嘛。所谓近朱者赤，对吧？我在飘香院帮他找了份工作，让他适应一下做女人的生活。这是无药可救了。我穿好衣服去哪儿了？拿走了。拿去哪儿了？拿去洗了。香蕉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他是我大嫂，不行。神经病啊！半夜三更站我后面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不是站在你前面，就是站在你后面了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。
有事吗？哦，没有，小生出来游山玩水，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啊，你看，你撒谎。果然是我的红颜知己，知道我专说瞎话骗人。但是我每次骗女人都是有苦衷的。那个混蛋又在调戏良家妇女。因为我那春风美颜妆刚刚推出了两款新肚兜，你很适合当代言人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呢？那个红肚兜是我老婆的，上次我眉间焦作，她竟然当众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哎，蓝色那个是我的，上次我眉间焦作，她竟然让我穿了当众游街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光天化日公然调戏良家妇女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个有教养有思想的人。你在胡说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喜欢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你挣扎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呦哎呦，原来你喜欢蒙着脸玩啊。拉拉扯扯欲拒还迎，刺激，来放开你的怀抱，你也不舍得打就是爱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正所谓好腰好身好男人。哎呀，你是我是我，我真金不怕火炼啊。哦，感觉很接近了，还差一点点。激情啊，东南方靠边，哎呦，再往下两个路口，尽情啊。哎呀啊，一场原野上的激情终于展开序幕了。这次我先放了你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不能跟娘子在一起，我就真的生不如死了。哎呀，玉凤啊，我要跟你表舅父说点事情，你先去挑一些胭脂水粉，待会儿啊娘就过来啊。知道了，表舅父。哎呦，你这是又怎么了？我失恋了，表姐。失恋这个词儿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谁呀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叫许金玲。啊！那个妖女！啊！你认识她？就是她把我的女儿玉凤一生的幸福都毁了，所以我把她嫁给了毛大龙这个丑八怪。你要害他，你把他嫁给我吗？哎哎，少爷，你这里吃得好住得好，你又这么帅，你怎么能配他呢？那你就错了，这种荣华富贵害死多少万千少女啊。我的假情假意已经伤透无数女人心了，你把他送给我，不就等于送进人间地狱吗？自己人都不便宜，这口气怎么咽？来人，哎，舒服了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你喜新厌旧，一个月后就会被你恶意抛弃。无赖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没事的。摔疼了吧？啊，别怕别怕，我不是你家老爷。来来来，这银子是赏你的，快来。成功。果然是个坏人。表姐给你出个主意。哎，收兵收兵，卖烧饼了，卖烧饼，卖烧饼了，卖烧饼了，卖烧饼了，卖烧饼，卖烧饼了，卖娃娃了，卖娃娃了，卖烧饼了，卖娃娃。喂，看什么看？不好意思，我歇眼。喂，有没有营业执照啊？没有啊。烧饼，烧饼。有没有卫生批文？烧饼啊，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官差来了，官差来抓人了！哎呀，哎，挺识货啊，对我的风水铺有兴趣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石公子，要不是这次我母亲病重，我要去乡下照顾她，我还真舍不得这一间让我发家致富的风水宝地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真的很有眼光啊！我这里真是万事俱备啊！我哪有那么多钱交租啊？哎，不怕不怕，如果你想创业，现在是最佳时机。你看我这间铺子，我已经付了4个月的房租，钱都已经交了。这次就便宜你了，告辞。喂喂喂，我有店没客、啊。哎，各位同学，到了到了。哎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天三餐都在这里吃烧饼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、啊！老师，老师，你有多少个学生啊？500个，不算补习班跟夜校。来，先把定金给你。来，我们回学校了啊！在下就是一代厨神梁芝，我们本来都是宫中的御厨，不过奸人当道，我们前来投靠，知道江南有一位烧饼大王，哇，原来这么帅，所以废话不多说了，听你。不会吧？莫非你就是高人所指，吃屎吃出宝的贵人？不是吧？要是是的话，我也不会到处被人欺负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以大欺小。谁在欺负你，我就劈了他。真的很感人呢、啊。为了帮你创业，这张是营业执照，还有这张授权书，还有卫生批文，还有这张消防合格证。另外，以后小贩管理队就会帮你的店代客播传。哇，真是人间有情啊！哎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没什么，见你这么高兴，帮你打个手印，签个10年租约跟生死状，这个店就是你的了。哎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谢谢。我白手起家，你们说我厉不厉害？嗯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原来你们早就看好我了，是吧？别让我的气势吓坏了。来，干！我小时候遇到意外，是大哥救了我。爹，停车！快停车！什么事啊？有个小孩晕倒在路边了。孩子他爹，快停车！快！孩子他爹，小心路滑。哦。哎，孩子，快快把他抱起来，快！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小傻瓜，我叫毛大龙，不如我就叫你毛松吧。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弟，但是我早当他是我亲大哥。既然他把你娶回来，俗话说嫁鸡随鸡，要合得来才行啊。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合不来？就像这个苹果一样，你硬要他跟香蕉一起生活，他怎么会习惯呢？嫁娇随娇，就等于是要苹果假扮香蕉，每天披着香蕉皮见人。你说苹果怎么会开心呢？假装喜欢一个人已经很痛苦了，可是明明喜欢一个人却要假装不喜欢，那就更痛苦。不行，我已经有意中人了。18年前在河边的那个女孩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那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拿了我的手镯。不可能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你怎么会知道？
还听见你和一个神仙在说话，后来你晕倒了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天我趁赵夫人不在意，骗她说我要去河边洗衣服，我准备逃跑离开赵府，谁知道我看见你晕倒在大石头旁边。嗯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真的忘记自己是谁了？我当然知道。我不对啊，不对，等会儿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你是什么人？不用怕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是被人买回来做丫鬟的。金玲啊！哎，等等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！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神仙说的。哎，别走！你说清楚再走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身世，那明天就在这里，你把手镯还给我，我把这琴还给你。哎。那天我没有出现，是因为我被赵府的人抓回去了。我回去找过你，可是你已经不在那里了。现在你相信我就是那个女孩子了？施文胜把你家店铺给封了。为什么？快去看！西门庆，别急，走，别急，让开，不要急啊！这是我的店呐！喂，为什么要封我的店啊？没钱交租，当然封你店了。怎么没有啊？上个租户留了4个月的租金给我呢。那是上个租户嘛？昨天不是跟你签了2张新的租约，一张取消了上个租户的租金，一张是租金你来付。哎，哇，这么恶心，一看就是你掌纹。丁丁，不用怕，我有大把学生课，不就有钱交租了。哎呀，老板，糟了，我的学生都得了禽流感，都被隔离了。不会吧？是啊。他们有事，你怎么没事啊？哎呀，我那亲事。谁说他没事？哎，我也没爬上，才40多。别废话了，站住！抓我去哪儿啊？你们几个，谁是毛大龙啊？我是。跟我走。我没有发烧啊。你没发烧，但是你贿赂官员。谁呀？走。谁贿赂你们呀？是他。他们冤枉我。冤枉你？怎么不冤枉我？带走。救我！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大哥，弟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让他带我走，不带机会。走，你死者。走，你认为这个废物能保护你们？他从小到大被我欺负，他能保护你就不叫吃屎狗了。走，你敢追出来，打断你的腿。放开我，老实点。不要再打了！去死吧！
要打我。哼，想跟我斗。你这个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你是臭狗屎，你大哥也是臭狗屎，你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不如去死，死了再投胎，下辈子做个有钱人。我没用，我该死。我救不了大哥，自己喜欢的女人也救不了。该死，什么女人？是大嫂。我真没用，干脆死了算了。大有大的死法，小有小的死法。我想清楚了，还是小刀安全点。痛有痛的死法，不痛有不痛的死法。你大爷的，你到底死还是不死啊？我现在就去，你不用再骂了。客官，哎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请问砒霜新不新鲜？怎么卖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砒霜早就卖光喽。哎，鹤顶红呢？哎，鹤顶红也断市了，没补货呢。你耍我，这么抢手，用来煲汤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可以煲汤，冲水喝也行啊，反正都是自杀嘛，对吧？最近有很多人自杀吗？哎，地震海啸，天灾人祸，真是没有办法。哎。不过你不用太灰心啊，我们药店还有很多其他的毒药。来，我给你介绍这瓶绝命酒，陈年酿制的，喝一口保证生不如死，再喝一口五脏六腑立即溃烂。不过值得留意的是，你能完全保持清醒，可以感受到死亡的恐惧。这酒是好，不过不是我的风格，有平和一点的。哎，那你试试这个吧。这个叫不寒而栗化骨草，记着四碗水煎成一碗水，每隔四个时辰服一剂。哎，饭后喝，持续服用七七四十九日之后，就改成早晚服用。有客人服用了半年之后，就开始半身不遂了。那什么时候死啊？他吃了三年以后还死不了，就开始有想死的念头，感觉相当平和。啊，谢谢你宝贵的意见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想死还这么小气，去重阳山找棵树上吊，或者找个悬崖啊，一闭眼跳下去就不用钱了。各位，想死的里边请。怎么这样呢？饿死不如饱死。来来，吃个包子，好上路啊！谢谢。啊，古大叔，啊，阿松，哎呀，阿松啊，太好了，临死之前还能见到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这里，当然自杀了。现在是自杀旺季嘛，很多人排队自杀的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跟我大哥。被奸人所害，我儿子也是被奸人所害啊！天乐他，他在前面排队呢，等着撞墙死。哎，你们这么久没见了，不如死前聚聚吧。天乐，天乐，我阿松，古大叔叫我临死前跟你见个面。那请问，我爹上吊死了没有？没有，不过吃完包子就轮到他了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的人生差不多走到尽头了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抬头明月光，低头撞向墙。啊，好诗，好诗啊！如果我也能像你们这样，临死前都这么有诗意的话，就死而无憾了。啊，哎，我留意你很久了，你想干嘛？一直跟他套近乎。那怎么了？很明显，你想插队。啊，死了，死了！莎士比亚，我们必是六星球的未来 CEO， 躲在地球这么久，就是为了避开黑帝王的追杀。这秘密怎么会被发现了呢？就是啊，铁金刚。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消灭黑帝王派来行刺我们未来 CEO 的杀手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将复国无期。但我们不知道未来 CEO 跟杀手在哪儿啊。嗯，他们最喜欢混进人的身体里面，只要他们一现身的话，
这部《星际天眼》就会通知。惨了，这次任务失败，那就回不了 B16 星球，只有在太空漫游，怎么办呢？铁金刚，谁知道啊？都怪这个混蛋！啊！七窍流血，你都不死？很奇怪吗？七窍流血不一定会死，死了不一定七窍流血吗？哎，你们俩鬼鬼祟祟的，什么 B16 说什么呢？让他听见了！难道你们是山贼？我报官！喂，不能被他泄露行踪，否则让黑帝王杀手知道了，就坏了大事了。走吧，动辄也说完了才能走吧。小二天水，哎，客官来了，小心啊！放手稳了，小心！发生什么事啊？要慢慢说，看到什么了？神卡，阴郁神卡。赏你的，别唱了。这首是 B16 星球作曲家麦当当的作品《不说话》。讲述麦当当有一天吃了个饱，噎着了，说不出话。上次叫你去死，你怎么还不死啊？走！还学人唱歌，唱的那么难听，看他！神卡，功夫闪卡。弹指神通。镇定！没什么动静哦。好像没事了。大人有大量，哇！出什么事了？快来看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不能告诉他我们的身份，那就杀了他。神经病，有没有搞错？我们 B16 会做这么不光彩的事吗？以我认识了人类历史这么久，我相信他们最喜欢的东西
就是迷信。你真的想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？嗯，是神仙。是的。再说，神仙。我能说话了。只有是神仙才拥有这种力量。那，可不可以帮我救我大哥和大嫂啊？帮你没问题，但是我们 B16 星，喂 ，B16 神仙，只能帮你不被别人欺负，绝不帮你滥杀无辜。好。小姐，水够热吗？嗯。哦，再加点。是。怎么样？好几天没有出来了。石大人到了。娘子，今天有没心情出去逛逛？我有点不舒服，不想出去。不要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，告辞。哎，女人嘛，就是和天气有关，比如到冬天，她就会干裂。别着急，让她保持滋润，她会干裂的。小姐，你上下唇都干裂了。好小子，嘲笑你表姐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出去吧。是。不是叫你出去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一定是对那个人念念不忘了，看你的样子。谁呀？当然不是我们大官人，是你初恋情人嘛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也很想你呀。什么？这你也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他用把刀顶着我，逼我带他来见你。切，你别乱来啊！我杀了你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得尊重女性自主恋爱自由，很放得开的。你懂个屁啊，老太婆。我不懂。几十年前，我何尝不是一个思想前卫、敢爱敢恨、人称勾魂性感美少女？我不管了，你们赶快搞定啊！我一会儿再来。哼！你终于来了。是，我来了。我带你回去见大哥。什么？大哥见到你一定很开心。这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你说什么呀？死穷鬼，快回去吧，也不好好想一想，你们两兄弟怎么养得起我呢？你怎么变得这么贪慕虚荣啊？我本来就是贪慕虚荣的，只不过之前没有机会。如果你们能有他那么有钱替我赎身的话，到时候陪你们一天半天呢，也无所谓啊。你说的是假话吧？我像是说假话吗？算你狠。哎，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神仙嘛？有没有搞错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以为我想知道？你每天一做梦啊，就在我的耳边说你的初恋情人啊，还说遇到神仙啊，叽里呱啦的，逼着我知道你那么多的事，听得我都烦死了。哎哎，还有啊，不要告诉我你们两人的事情啊，我不想知道。撤。别来这么虚荣，我一定要他回大哥身边。喂，怎么样啊？要不这样，杀人放火你们一定不干，我只是希望变个1000几百万两，然后把他赎回来。但这种行为会影响社会金融体系，违反证监会守则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不行，变钱就是骗人，神仙只可以帮人，不可以骗人。不是，听我说。你别走啊，相公！可以，我警告你，走开，别再缠着我。别走啊，相公，相公，可以放手啊！我为你生了两个，熬了大半辈子，你想走？我何尝不是熬了大半辈子？当初我要不是贪你们家的嫁妆，我怎么会断着您丑八怪的半个世纪？半个世纪！哎，各位街坊，你们认识他吧？现在我送给你们，要不要啊？那变财物不行，帮人总行了吧？跟我来。哇，他这是在滥用权力啊！就是啊，走吧，走。要不要我帮你教训他？不用，小心啊！英雄，你教训他没用的，把我变漂亮才有用啊！说实话，我帮不了你，来，他们可以帮你。他们穿的古灵精怪的是什么人？转过来，转过来！哇，美女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江湖术士，来这儿变戏法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演？我在家治疗。哎，老婆，别理这些禽兽！谁才是禽兽？给我扁他！谁扁他，我就跟他喝酒！哎呦，有办法了，这次肯定能挑回大嫂。他又想干什么？去问他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各位乡亲父老，今天我介绍一个新产品，这个产品就叫骨胶原蛋白素，它的成分包括有猪脚、海参、猪耳、凤爪。撞邪了，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。还有一件事，女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青春痘和雀斑。大家呢，只要用了我这个 3D 立体无创复合多功能老饼，再加上这个 LCT 光子，经过抗氧消炎净化之后，就成为采光美白大法。哎，不光这样，这块饼还可以留下当早餐吃，一点都不浪费啊！我要，谁要买这个产品啊？我要，好好好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天天上香祭拜你，你不帮我帮他，表姐，不要说了，毛松的事情，镇上没有人不知道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是。许金陵这件事一定要速战速决。直接点，给我们一件药。拿我当什么人啊？坏人。这两种叫犀利缠绵，在此时只要男女各吃一种，药力一发作。喂，表姐，房间就咱们俩，干嘛躲在桌子底下说话啊？我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做这种事情被人发现了多不好。哦，原来你这么谨慎，这么低调啊。把这碗喝掉，这碗是给他喝的。哦，我在门外去给你把风，快一点啊！娘子是我啊！来，这汤是我亲手煲的，趁热喝。我喝就是了。哎，别动，我来。这一次你可中了我的奸计了。好，我休息了，你休息吧啊！是我，你还回来找我干什么？那个混蛋在汤里下药了，你不能喝。你干什么？我爱你啊，你不爱我吗？许金林，我爱你！你们，你快走啊！你不跟你大哥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我回去就跟他说。快走！喂，你们别走啊！早就想拍你了。
王五对你百般迁就，这个贱人，我杀你，我誓不为人。我赞成，我带你去好汉山，请杀手。你认识杀手吗？我的前男友，人称少女杀手，一大个。还请，这下是白送你的，多谢表姐你肯帮我。毛松，我得不到的人，你也别想得到。 我这么没用，你还喜欢我？我从小就经常被他们打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流眼泪。有一天，一个非常不喜欢我的人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没有眼泪？” 喜不喜欢小孩子？我们要不要办酒席呢？麻烦，也免得大哥尴尬。你说呢？是，要不以后再说。我弟弟该回来了，让他知道我没事，一定很开心的。等你的好消息。嗯，弟弟，大哥，弟弟，你的两个朋友真厉害，不光帮我把债还了，还把案底也给我清了。 你怎么一头大汗呢？是吗？爷爷清了，做亏心事了？没有。纵观人类历史学，当男人做出这样的表情，肯定是偷了别人老婆。一旦东窗事发，那个女人马上急急忙忙跑掉。是吗？哎，弟弟，你偷了谁的老婆呀？哎呀，我哪有啊？吞吞吐吐干什么？有话就说嘛，说嘛。我没话说，你能回来，我跟大嫂都很开心。哦，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怎么那么像我老婆？ 手足，老婆如衣服。你是我亲弟弟吗？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弟弟，弟弟。我查过他衣柜。 他真有很多老婆挂在衣柜里面。喂，你不是说带我们找杀手吗？走啊！叫你说你也不说，光跟着我有什么用？
该说的都不敢说。啊！连石头都不知道躲，笨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他就是老伯杀手。不是吧？胡子都长了，还不是？你真的想杀我们 CEO？ 我何止想杀 CEO 啊，是男人我都杀。他们说的 CEO， 其实不是人呐。18年前他跑来这里，是因为 B16星球有群空中行者叛变，他跑来这里避风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你不明白还听得那么认真？无所谓啊，有赚点钱吗？我们公司都是按小时收费的，来这里的客人都是胡说八道啊。昨晚就有个人说他是孙悟空，他老婆是铁扇公主，还生了个小孩叫金刚。住手！666，五分手，八匹马，七个桥，三金刚，四喜财，666。吃点西瓜，消消火吧。消消火。别生气了，我才不是生你气呢。我在想，神仙是不可能会撒谎的嘛，对吧？记不记得我约你改天见？嗯。我就是要告诉你你的身世。主公，为了避免黑帝王找到你，躲藏在人体里面是最安全的。这个方法我们祖先都曾经用过，直到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就会像你父王一样，有能力掌握宇宙，带领我们打败邪恶，再次令万物和平共处。而当我离开你之后，你就不会记得你自己的身份，直到你重现真身，未免试图险恶，遇到坏人，我会留下一个真心琴给你。只要有人向你动邪念，你一弹琴，他们就会现出原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，现在才说太晚了。又是你，这种出场方式当然是我了。你来找我干嘛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在我耳边说秘密。施文胜这个混蛋买凶找人追杀你啊。我不会被人威胁的。啊！哎呀，人呢？你把他推下水了？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不是来通风报信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叫许金玲。小子，我们不做亏本的生意。我收了人家的钱，是来对付这个女人的。你给我滚开！有什么事情？快走！对，哎呀哎呀！爆头，哪用得着抢水呀？我发明了个炸弹呢！炸什么？嘣！往那边追！我知道你痛，你先忍一忍。易大哥，易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，铁牛？找到他们了，就在那边。杀无赦！好。就是这种眼神，杀尽天下少女。停，在那边走。哎，大和尚，我有炸弹。好，没说了就骂我。你忍着，你忍着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you
起走。是这种眼神，杀尽天下少女。叶大哥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雷霆火龙，不记得了。100零几个人，谁记得呀？给我上！上上！时候，我真的好开心，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呢。不会的，我一直在找你。你找我，找到我又怎么样？我要娶你为妻，我要你当我老婆。这个样子，你还要娶吗？要吗？会娶我吗？会的。不要再骗自己。你相信我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会娶你，我会娶你，我会娶你，我一辈子陪着你，虽然。虽然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对着上天发誓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。苍天作证，大地为媒，我毛松，许金玲。脱土为婚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你快乐，我会让你幸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俩就是夫妻，就像这两堆泥土一样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不会分开，不会分开，不会分开。你能不能闭上眼睛？让我亲一下。Thank you.
人死了吧？我知道，沈先生不会骗你。金玲走了，弟弟也走了，现在只剩下你跟我了。你也替我难过吗？不过不要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只要金玲跟弟弟他们幸福，我毛大龙无所谓。真的。啊！啊！毛大龙呢？我游了很久才游到的。那些都是精灵姐姐的朋友们。什么朋友？芝老师呢？芝老师呢？谁记得呀？不要伤害他！你别做梦了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知不知道我在地球上找了你多少年？现在你终于现身了，休想从我这儿溜走！我不会溜走，你放了他。你也懂人类情感。这位姑娘，干脆让我来自我介绍，我是他大哥，他身边的女人是他大嫂，也就是我的老婆。不过很快就不是了，因为我们正在闹离婚。假如你追我弟弟的话，不如追我吧，我也算是个大帅哥呀。谁敢跟黑帝王对抗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变成男人就不适合我了，那你死吧。大哥，大龙。
打不过，你凭什么跟黑帝王斗？哈哈哈哈，忍者无敌，就可以云集天地间的力量。哈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我今天就用好汉山的力量跟你打。休息吧。一向不能解决问题，忍者要以德服人。你回去告诉黑帝王，叫他想清楚，他是不是还要跟我打下去。各位英雄，我知道你们个个身怀绝技，可惜朝廷不器重你们，不如跟我一起回 B 十六星球，好好的为我们的星球效力。大哥，你走不走？你自己走吧，我不走了。那你保重了。没想到我们也能变成神仙。是啊，大哥。
大和尚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妖精，我真不服气，到手的女人让她给飞了。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许金玲是个好姑娘，嫁给如意郎君也是应该的。